我现在呢，手上拿的这一台啊，就是11 Pro Max， 也是骗你的，好不好？今天就拿到，锵锵锵锵！真的假的？哎，真的哎！感动屁哦，妈的！哎，这真的是11哦！真的啊！你当我是什么好看？你当我是智障？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哥。今天呢，我啊要送我妹妹一台 iPhone 的手机，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先去买 iPhone。对，我要送她 iPhone 11。然后呢，我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送她，对不对？所以啊，我今天的打算就是，我要把手机买回来之后呢，把里面东西拿出来啊，然后放一颗真的苹果进去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看我妹的表情会是什么东西啊，从天堂瞬间落到地狱，然后再从地狱再回到天堂，从人生中的高潮啊，直接跌到人生中的低潮，再一次达到高潮，哇，这种起起伏伏真的是哦，最爽的事情，你知道吗？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出发。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出发啦。我今天啊看这个天气还不错，所以呢我就打算骑我的重机，对，顺便兜兜风啊。哒哒，好啦，我们今天就骑这台去买手机吧。对。OK， 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我朋友卖手机这边，但我先进去买喽，拜拜。我现在呢手上拿的这一台啊，就是11 Pro Max。刚刚整条路回来，我细心的呵护着它，因为它比我还重要啊。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开箱了。哎呀，哇，看得出来吗？还是这样子是看不太出来的？反正就是三颗，好不好？漏三点，然后绿色的这样子。这个是快充吧？对，快充。它现在是改快充了，然后还有耳机一个跟充电器。好，那我现在呢，就是把这边清空啊。国小的时候不是都要写书法吗？文房四宝有没有？拿毛笔在那边写书法，然后回家还有作业要写书法。然后国小的时候就有一次啊，我在写书法写到一半，我就先去上厕所。我妹妹那时候还很小，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整个嘴巴，她把我的那个墨汁拿起来喝啊，都黑的。靠！我那时候我吓到差点崩溃，你知道吗？我很怕她毒死，你知道吗？我很怕她等一下喝个墨汁死掉还是什么的。哎，很恐怖嘞！好险那个墨汁还好啦，没有这么伤身了。对，难怪她现在脑袋都怪怪的。好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拿来吓她的东西啊。这个盒子有没有？一看就，哇操！哥哥，你送我11 Pro Max， 然后打开，老师的里面怎么是 Apple？ 哎，就是这样子的哈。哎，这边还有凤梨耶，还是要凤梨，看放不进去啊。等下我看到这边还有什么，有没有小黄瓜？放个小黄瓜好不好？放个小黄瓜，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比较小的，一样。Apple， 我说要送他 Apple， 真的 Apple。终于来到了我们最关键的时刻，忙了一整天啊，总算好了。那我眼前呢，这边就是我的翻案工具。那我们这个苹果，咬一口的苹果啊，这个呢就给它放进去，然后呢，这个给它盖起来。
还有那个停车的收费单啊，这也顺便给他放一下，顺便帮我缴一缴嘛，好吧，一起缴，通通一起缴。然后呢，我是不是还要再准备一个袋子装起来 ？OK， 女生嘛，女生就爱粉红色哦。OK， 简单粉红色。然后呢，再把它稍微的立一下。然后我把这个先收在旁边。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营造出那种从天堂到地狱啊，从高潮到低潮啊，这种人生的起伏，高潮迭起，然后瞬间跌到谷底，哇，这真的是，这就是人生啊，好不好？没事，好了，反正呢，可以开始我们的计划。你要干嘛？哦，为什么要加这个？没有啦，你是要整我啊？我没有要整你啊，今天要拍，今天要拍很温馨、很温馨的影片。你准备起来了？好。这一次是要送你东西，好不好？哪有每次都在整你的？你说那个 iPhone 吗？你说我 IG PO 的那个啊？对啊。我 IG PO 其实是 PO。下个月是骗你的，好不好？今天就拿到，锵锵锵锵！真的假的？真的。哎，真的哎！感动屁哦，妈的！哎，这真的十一哦！会不会打开是玩具啊？不会啊，你打开来看啊。没有啦，你有种你就打开来看，骗你干嘛啦？真的假的啦？苹果，真的苹果。哎，我跟你讲，这个苹果有没有？你看，还可以咬一口。有没有？这个 Mark 跟那个苹果是同一个苹果，而且这才是真的苹果。嗯，你吃啊，很好吃。真的啦，你当我是什么哈？你当我智障哦？你吃看，而且这边还有罚单。哎呀，我想说你一定在骗我。你吃看，真的很好吃。你吃看，甜不甜？你拿去吃啊。你吃看好不好吃？还不错。这个啊，就这个，对啊，啊，我那么爽那边跑我，你送我一个苹果，我跟我班人讲说，我跟你讲，我刚刚送我 iPhone 啊，他说真的假的？对啊 ，iPhone 这里啊，那这是什么？苹果啊，那只是给我吃的，是不是？对，哎，这个没有拆啊，我帮你包膜啦，这可以用吗？废话，你自己看，这是真的真的手机还是展示机？哎，它会亮哎！而且你看啊，你看清楚啊，真的三颗好不好？三颗镜头的，可以吗？那你过来，这样开心吗？开心，开心的哈，开心的哈，开心。那个对我这么好，你不是说送我插耳吗？这台啊？为什么变这台啊？这台是我要用的，这台是我要用的。The bullshit, the drama, the guns, the armor, the city, the farmer, the babies.The mama, the projects, the drugs, the children, the thugs, the tears, the hugs, the love, the slugs, the funerals, the wakes, the churches, the coffins, the heartbroken muffins, it happens too often, the problems, the things we use to solve them, Yonkers, the Bronx, Brooklyn, Harlem, the hurt, the pain, the dirt, the rain, the jerk, the fame, the work, the game, the friend.